但是咱嘛是爱甲伊讲吼，讲有啦，有较简单嘞吼，啊，你着当下吼，正念啊，安尼真心的出来啊。所以有那时候你要搁个安慰者，你袂使讲到惊着，啊，你唔好惊着嘞哈，我今仔讲这，你唔好惊着。好，没啦，当下正念吼，真心就出来了。啊，所以。当一念正念吼，还有佛就在心中，啊，千万莫惊点啊，所以我有两个方面要注意，就是当下跟累积啦，就是有时候讲这个内容也不是在自己说哦，我已经修了一千啊，修一千五好，对也唔知啊，修一千嘛好不好？值得。我们敬重的是菩萨为的众生，个几千世、几万世嘛是在求，还是迄种感动，所以你唔好感动唔掉去哈。是菩萨的悲愿，让我们动容。明明知影在求个这艰苦，别去求。所以我那些人，什么力量让我们心不想退？因为哦，想到因的伟大、甲智慧、甲慈悲哦，咱唔敢提。所以，你若问我讲，是要安怎开袂提？我唔知要安怎讲起。你要想到一款的悲怨啊，你若受恩于他，哦，我那现在刚刚华南西，我们是何等的人哈，看得起这样的对待，啊，不得恨哈，啊，不是没得恨，那也看得起这样的对待。所以，快花了一下党来玩啊，赴汤蹈火。刚刚赴汤蹈火有点太激烈了哈，你明白？这是比喻哈。马兰公这个字哈，这未法妄趋了。都爱甲安尼吼，安尼你才报得了恩呐、啊，哦，嘛不你看一世父母恩就这么难报了哈，哦，我大概把它分我们比较熟悉的，哦，解门三个，行门三个，安尼再好较好记哦。就讲，咱若讲对佛法要有一个。因为小看吼，歹，咱歹掌握吼，咱我们把它浓缩，大概就几门，啊，中观吼，强调是现前啊，诶，底根吼，了义啊，这唯识吼，累积的啊，你内底有三根种子啊，二种子啊，这无始劫累积拢伫个潜意识内底啊。作者吼，作者是还未浮现，所以我拄啊讲迄段音面，你看时机一成熟，你看动都动未掉，
跟什么有关？跟潜意识里面的累积有关。哦，有的人安尼全台湾参透透吼，啊嘛是无想要出家吼，啊，但咱连参都毋捌参过吼，啊，迄阵阵嘛无讲想要，嘛无迄个佛法念头拢总无，啊，讲安尼也会出家啦。所以有时候这因缘吼，你也无修个知，修个清楚吼，这吼，这是要怎讲起？来哦，知影这几个法门吼，是要，让咱知影要怎应付当下，这当下吼。所以有阵时啊，咱就唔免讲样，因为讲这讲一个伤长期，咱都会惊到吼。你要当下祖师禅吼，这祖师禅。如来禅师见次有累积的，所以这个比这两个较属于如来禅哦。唯识跟如来藏这较像，比较像如来禅。来哈，这自力哈。这样，他力啊，包括咱的善知识哈，免咱帮忙咱开悟哈，这嘛是爱清楚的人靠我都帮忙你呀。虽然我一直在强调自力哈，虽然我一直在强调自力，不过呢，有一句话说迷失要适度嘛，哈，除非你本身有法度自立出来开悟，我啊参进就是我拄啊讲诶，会当彻底悟悟，因为这两个是基础，不管这边也好，这边也好，拢爱解门、行门，拢爱有这个，拢爱这个基础。啊，一进来对吼，大概吼，我们八大宗派通通在这里面啊，因为这个跟三论宗有关的。这个刚好华相宗，这个境界哦是菩萨的境界，所以跟华严宗有关，这个跟禅宗有关，啊，这个跟密宗有关，那这个跟净土宗有关，然后这个跟什么律宗有关，啊，再来解行从教入观跟天台宗有关，所以安尼吼。已经把八大宗派全部拢浓缩入去哈，啊，重点就是哈，基础就是爱参净，业爱消掉。那所以你讲，现在咱中国会发展出八大宗派出来，啊，都不离开这个范围。所以讲吼，袂使有门户之见的，安尼，了解，哦，未了解的人伊会感觉讲，啊，师较哪会拢无，哪会拢无感觉讲为你有讲到西方的代志啊？到底西方是有啊无？有诶，佮当作我讲无西方，我常讲我无讲袂，你后边讲话你诽谤我讲。我无讲西方，我无念佛要创啥？但是我重点是讲啊，心净国土净，啊，就是西方，安尼敢唔对啦？哦，安尼敢未使噶？安尼阿弥陀佛咧，西方都无去噶。所以有些人你爱你那有一点根基啊，你嘛爱听我讲啥哦，因为那个唯识无关呢，唯识所限哦，
你要有什么敬是咪为事所限呐、啊？啊，要有西方嘛是要为事所限呐、啊，干唔是？啊，你甲新进国土进，安尼有啥物无共？哦，但看你经已经讲到这边啊，竟然阁有人会误讲？那叫这边的意思，解门的意思，哦。无助为本，这当下，啊、哦，再来，唯是累积无我啊、哦，这无念，无我累积啊、哦，再来正真啊、哦，第八，转成真心，正真啊、哦，所以六七八其实就是都跟这三项同款。在当下，在累积，在其正真啊，这里六祖坛经来对哈，登地菩萨哈。在唯识学来的登地啊，得转一。菩萨登地啊，得转一啊，转。这唯识学名相，转一的意思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可以依靠它，开始呢转世成智，叫做得转一。好、哦。六祖坛经来对公吼，我们皈依的不是外面的，所以真正皈依佛法身，皈依佛叫做皈依觉，皈依法叫皈依正，皈依身叫做皈依净，所以皈依是自信皈依。哎，我请问你呢，敢不是家己有力量的时候，开始增加解脱？干啥呢？我比喻给您听啊、哦。一群正常人里面，如果一两个不正常，那你要把它拉起来，是不是很容易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正常的人多嘛，不正常的才只有一两位，啊，所以足侪手，给你扭一点嘛，给你扭起来，有足侪人要给你扭起来嘛，对不？好，那我问大家，好，一群不正常的人里面，你要从那不正常的里面脱颖而出，你说容易吗？做对做难的嘛？为什么做这只手要给你救下来嘛？好，那是你智力被解脱，被超出难，他力比较容易。他哩就是人家扭起，接一支脚手甲扭起，我当然容易咯。但是智力不是呢，足侪人咧扭来，你要从里面脱颖而出，那个是不是很难呢、啊？所以智力难还是他力难？但是我觉得事实你写来怎样？得转移了哦，开始靠智力。安尼，你敢听？地前菩萨还要他力，所以我拄啊是安那有迄个感慨。我安那有迄个特色，拢在等人救。你有法度一世家己救无？哦，我阁比一个例互恁听。哦，有人讲要打禅期。你打禅期、打活期，那个打期都是打这个，啊，所以不是七天叫做打活期，妈咪七天坐禅就打禅。